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肖战新辉煌，三大新荣誉齐到手，主演三部曲口碑佳作震撼登场。近日，肖战一如既往延续着火热的发展状态，甚至一口气斩获三大新荣誉。原来是肖战主演的《陈情令》、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和《骄阳伴我》经典三部曲都被打标签了，来自播出平台对肖战的高度认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标签的内容就是口碑佳作，这是什么意思不言而喻了，是值得称赞的好剧佳作。据悉，青年演员肖战凭借主演的《陈情令》、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和《骄阳伴我》经典三部曲，一口气斩获三大新荣誉，都被打上了口碑佳作的标签，顾名思义都是值得信赖和重温的好剧，百看不厌，创造历史。其实肖战的经典作品非常多，只不过播出平台不一样罢了，这一次是鹅厂为肖战作品打标签，都是重播率非常高的好剧，值得期待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纷纷表示实至名归，肖战当之无愧。对于肖战来说，肖战绝对是潜力股，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，只不过总有人对肖战有敌意，特别是颜值高的演员带有偏见，这是陈规陋习，也是刻板印象。总之恭喜肖战，这是对肖战实力的高度认可，更是对肖战的一种激励，希望肖战可以不忘初心，继续努力，前路漫漫，任凭肖战闯荡。不可避免肖战会引来一些无脑黑和恶意妒忌，根本没有关系，问心无愧的肖战注定会所向披靡，一往无前，肖战何惧之有，肖战未来可期，配得上。在肖战新辉煌的时刻，他一口气斩获了三项新荣誉，主演的三部曲更是被誉为口碑佳作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不仅是对他个人演艺水平的认可，也是对整个团队辛勤努力的回报。肖战在娱乐圈中的成就引发了热烈的讨论，三项新荣誉的获得是对他在演艺事业中一路走来努力的最好见证。主演的三部曲被打上优质标签，口碑佳作更是为肖战的演技和表现力赢得了一致好评。这个时刻不仅是他个人的辉煌，也是整个娱乐圈中一匹崭露头角的新星。在观众中，肖战的新辉煌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和热情的讨论。他的表现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荣誉，也为观众带来了视听盛宴。肖战的成就告诉我们，才华和努力是不可或缺的，每一次荣誉都是付出和努力的回馈。让我们一同为肖战的新辉煌喝彩，期待他未来更多的杰出表现和令人瞩目的作品。在这个光芒四射的时刻，希望观众们也能从肖战的故事中汲取力量，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，为辉煌而努力奋斗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祝愿肖战未来更加辉煌，继续创造更多精彩的演艺成就。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，肖战，加油！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